静是清净，意就是念头意识啊，实在讲执着放下了，清净心就现前了。执着是六道轮回的因，你为什么离不开六道？你有执着，你就出不了轮回。执着一放下，轮回不见了，不但是出轮回，轮回没有了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就像做梦一样，醒了。啊，永嘉大师说得好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啊，六道轮回是梦中，醒过来之后没有了。杂，杂是多啊，这件事情太复杂了，太多啊，啊，染就严重了，啊，染是什么呢？受想行识是染，你被染污了。啊，受是有感受，身有苦乐的感受，心有忧喜的感受。啊，你生出苦乐忧喜了，要知道苦乐忧喜全是假的，你没有把它看破，你真的有苦乐忧喜。你心不清净了。这个利阳是讲五欲六尘，现在人很重视了，是你贪图的对象。这些事有身体需要养它，可是后头这一句话重要，常生知足之心，不知足就是罪孽啊！不知足的人想占有，想控制，那就造罪业了。啊，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有警觉性，能够觉悟了，我们在物质生活上就真正能够做到知足常乐。你的清净心呢？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教我们，凡是带不去的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，根本就不在意，你的心才清净。现在的人很可怜的，都是物欲的俘虏，都跳不过他的手掌。啊，物欲带给你是什么？贪嗔痴慢。克服了物欲，你就清凉自在啊！所以对利阳之事一定要知足，知足常乐，知足不攀缘了啊！这个样子才好啊！啊，弘法利生缘分，这个要懂。有缘就去做，没有缘不攀缘。啊，有人请，还得问我情形，了解状况，合不合适，合不合适。如果是真法道场，啊，大家都真认真学佛的，可以去。
如果他是搞明文利养，挂着佛的招牌，别有用意的，这个可以不去。所以这个是知足常乐啊！决定没有明文利养，没有自赞毁他，没有功高我慢，没有攀缘的念头。实际上自己道业成就了，弘法利生这个事情佛菩萨安排，最好啊，自己什么心都不操一切自然是随道去成。